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情，就是想找一些会爬山的来参加敢死队。想报名的现在就举手，如果没有举手的，我可要点名了啊。就这么几个啊？怎么每次参加敢死队人合着都第一个举手呢？我真他妈替你们害臊！我什么我？闭嘴！没说你，就知道你会说爬不了山。连长，我知道你在说我呢。我们怎么跟和尚比呀？人家无牵无挂的，整天就知道抱着双鞋想着那山西妞。不是和尚，我没说错是吧？哎，都自家兄弟，都别动了，鸟大了，干什么你们啊？大哥，你怎么的？和尚怎么了？啊？人家每次杀人都比你多，你他妈不服是吧？这在这丢人现眼，右手子不缺你一个，何爷，算我一个。哎，好的。爷，我没说不去呀，我。散会，散会。找死去！快点！你真行，老吴，行吧你？没问题，就是腿有点软。营长，让我也试试吧。你捣什么乱？营长，我想和杨大哥比试比试。什么？我想和杨大哥比试比试。杨大哥，你信不信？我一定把你比赢。和尚，有人挑战你啊？营长，要不让黑娃试试吧？让他试试。行，去吧。哎，来，黑娃，开始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啊！营长。我爬得怎么样？行啊，你跟个小猴子似的啊！那是，要说爬山爬树，没人比得了我，我还敢在树上睡觉呢。哎呦，吹上了啊，上牛了啊！营长，让我参加敢死队吧。参加什么敢死队？不用。营长，你就让我去吧。去什么去？会死人的，知道吗？营长，老吴，要不然你也别去了。我怎么不能去？刚刚你都看到，我都爬到山顶了。再说了，我跟弟兄都吹出去了，你不让我去，我这老脸往哪儿放？行吧，那你去，有你在上面指挥吧，我也放心。放心吧，营长，你就让我去吧。去去去！营长，营长，让我去吧。去吧，去吧，营长，去吧。营长，让黑娃去吧，去吧。说，他们不懂事，你们俩也不懂事啊！啊，黑娃才多大？他才15。你都看到了，刚才他爬的速度确实赢了和尚。再说了，上面总得有根拴绳子不是？对呀，你放心，他的安全我保证。行，那你去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千万不能逞能啊，跟紧你杨大哥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营长。谢谢营长。老赵，有钱怎么了？我们营长带着人去现场确认了。啊！走，啊，走，走。门口那几个是挺大麻烦的，看来他们已经有防备了。不应该啊！这次行动只有我跟老钱知道。平坦麻子应该不会那么快得到消息。最近大麻子又来短信。
这小子会来吗？小翠心是金大麻子的心手，这台是星系，他肯定登上。金大麻子不会不来捧场的。您四处转转，叔叔一共几个门？得手之后，我们放车上溜走。
刚才谁落的店长？队长，我们不知道。他是干什么的？是啊，这我们的这个四五。那他呢？我们秦氏多少年的老伙计啊。那他呢？后边那个，哎，我们当家武圣，当家武圣啊！等等等等，统统给我带回去。等等，回去等。这么大的威风啊！ 我还当是金爷过来了呢。三夫人，这人招到我头上来了。刘外伯，你就是这么给金爷办事的吗？三夫人，您别误会，我们是公事公办。什么公事公办？我看你就是没事找事故意找茬吧。不，岂敢岂敢呢？队长，队长。 什么？跑了？这怎么跑了？三夫人，小的们还有要事要办。滚！哎哎哎！走啊！走走走走走！杨参谋，这次行动太危险了。 叶参谋，你说这金大麻子怎么知道咱们要杀他？那是我们特务营内部出现问题了。啊？走，回去说。走。哎，小心点儿。哎，慢点。来，走。 收了吧，姑娘大恩，容后再报。哪儿去？我要是你啊，就等过了今晚再走。你们闹出这么大动静，现在满城都在抓你们，你现在出去不是自投罗网吗？ 四军游击队，国军想杀金大麻子，你怎么都不说话呀？如果你们真想杀他的话，得按我说的做。你不是？ 我比你们更想要那畜生的狗命。姐，我先走了，我还有任务。记得出了门先往东走，走上一段再往北。嗯。三夫人，司令来了。是金大麻子。 他来了，快躲到窗外去！我不喊你千万别出来！哎，快去呀，快点，你快去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小心肝儿，哎呀，我的小心肝儿，想死我了！哎，昨天晚上受惊了吧？ 你说了要来怎么不来啊？你要来了，谁敢砸场子？我也不用受刘歪脖子的气。<笑>这下好，好容易拍得出新戏，第一场就闹出了大事儿，我的脸可丢大了。哎呀，什么砸场子？城里没人有这个胆子。昨天晚上来的是国军，他们是想取我的脑袋。哎呀，是冲着你来。 昨天没来，可吓死了。司令啊，嗯，这枪。
子儿飞起来可是不长眼睛的。我看呢，您还是当心点儿。昨天晚上，人家可是吓坏了。好好。哎呀，是啊，我就是怕吓着你，这不一大早我就赶过来。哎呀，想杀我？没那么容易，你就走着瞧吧，看看那几个毛贼是怎么死的啊！司令啊，司令啊，司令，马猴送来。水仙呐，我有点饿了。好。我这就给您去弄。说话之前也不上下打量打量。什么事儿？说。司令，日本人一批药品要路过县城，国军已经得到消息了，杨彪的特务营准备劫这批药。狗日的日本人！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说跟我们打个招呼，我觉得也是。他日本人瞒着我们，那是信不过我们的。谁都知道，现在西药那比金子还贵。司令，谁弄到这批药，就发大财了。这么大块一块肥肉，谁看了不眼红啊？司令，日本人以为我们不知情，出了事儿。绝对想不到我们头上。我们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司令，这可是笔大财，他国军能搞，难道我们不能搞？哎呀，你小子打的是这个鬼主意啊！对呀，这事儿不能让日本人知道。明白。让我好好想想，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！老秦，我跟你说啊，金大麻子的心眼可比他脸上麻子还多。这一年多。咱们跟他斗法，他一边占着大便宜，一边还不忘吃点小亏。要不是我连着找他两回道，我都不相信是咱营里面出的内鬼。营长，那咱从哪儿查钱？你过来。丫头，啊，毛弟回来了，咱们听听毛弟是怎么说的。毛弟，杨天猛，你们是不是在打鬼子药品切的主意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听金大麻子说的。那天你们不是被困在戏院了吗？毛弟为了掩护你们，把戏院的电闸给拉了。戏院唱戏的那个小翠仙救了毛弟，把他藏在装行头的箱子里，带回了家。你等会儿，小翠仙？对，他不是金大麻子的相好，怎么会救你呢？他家人全部是被金大麻子害死的，他恨死金大麻子了。那他怎么会？他就是因为报仇，才接近金大麻子。金大麻子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，他们的情报是一个叫……马豪的送给他们的。马豪还说什么了？他们也想打这批药的主意。这帮王八蛋胆儿够大的呀！哼。站长，马弟，你们先休息去吧。好，好，这边走。杨参谋，你真的想接鬼子的药啊？这批药必须解，咱们部队现在太缺药了，很多弟兄都是因为没有药才死掉的。我是在想，万一这个马猴把你们埋伏鬼子的位置告诉了金大麻子怎么办？这倒是个问题啊。反过来想，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马猴，给他来个将计就计？将计就计？对。哦，就按你的办。司令，哎，来个，
你告诉马猴，让他尽快的弄清楚国军会在什么地方打日本人的伏击。司令，您还要等着国军先动手啊？只要国军劫了日本人的药车，这事儿就成了。哦，您是说先等国军动手，我们再从他手里边抢过来？我说你怎么这么蠢呢你？啊，我们哪打得过洋白的特务营啊？只要他们动手就行。是，动作快。姐，你个毛猴子，要吓死你姐啊！姐，你想报仇吗？司令，司令，司令，马猴有消息了，快说！他们准备在五里坡伏击日本人。好，我就怕他们不动手。司令，您的意思是？你想想，日本人的运输车会在什么地方住下来？那当然是在咱们这儿啊，这一带那就咱们这儿最安全了。只要他们住下来，咱们就有机会。日本人运药的车肯定要在县城过夜，到时候咱们把押车的日本人全都支开，然后我们给他调一个包。哎呀，司令，您高明啊！您就是说，我们先把药品调了包，再让杨彪的特务营，那账就算在他们头上了。司令，您真是高啊！这叫什么呀？这就叫连环计。那是，那司令的韬略，那古人那都墨迹。哎，对了，司令，要是万一杨彪他们没得手，那这事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到时候你带人埋伏在杨彪国军的后面，不管他们得不得手，你要把剩下的日本人全都干掉。明白，司令高明啊！那我去了。啊，你确定吗？我查过了，咱们便衣队在进城之前，只有他一个人离开过营地。营长，你记不记得一年半之前咱打的那仗？打小郭庄那回，他可是失踪了两天才回来的。他怎么跟咱解释的？他说是打散了。很有可能问题就出现在那两天啊。老田，这样，你去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，把他给我盯紧了。只要他和靖大麻子联系，咱们就人赃俱获。明白。杨参谋，我就说这个金大娃子嘛，贼得很。他想劫了鬼子的药，然后在嫁祸给等着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这小子他想得美。嗯，我觉得吧，既然他连鬼子的主意都打，那就正好，咱就让鬼子给他送终。嗯，那我们还打不打鬼子的运药车？做好打的准备，因为我不敢确定金大麻子是否能调包成功。如果不成功，我们就打；如果成功了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运药车。好，杨参谋，那么咱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行动，我们去盯住那批药。好，老焦，一旦金大麻子换药成功之后，你跟长生就负责盯紧那批药。只要被调包的运药车出了县城，我们得让鬼子知道，我们的目标是运药车。那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怎么让鬼子知道？这件事我来办。有把握吗？没问题。我跟你说，这次行动环环相扣，每个环节都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晓得。杨参谋，行动吧。分头准备。
翠仙，这话你可说不得，说出来就没命了。我知道你也没这个胆。我问你，如果司令知道了我们的关系，你还有命吗？哎，你过来。哎，太君辛苦了。保安队协助环境再次布防，你的要确保军车的安全。是是是是。哎呀，太君一路上辛苦了，我在会仙楼准备了酒席给太君们接风。不用了，明天去弄点吃的送过来就行了。哎，那太委屈太君们了。太君，今天晚上有花姑娘陪着喝酒助兴，太君们一定要赏光。小娘がたくさんいるそうです。もう一つは、ここへ残れ。他の者は俺連れてこい。太君请。行行行，就在这。当然，就在这。走走走走走，都跟着走。对，全去。哎呀，太好了。走嘞，太君，我敬您一杯。来，来，喝，喝了有赏。好酒量。我给您倒上。姑娘们，你们可得把太君陪好了，司令有赏啊。放心吧。来，太君多喝。太君，您吃菜，您吃菜。好，我再给您倒一杯。带太君去休息。哎，太君，太君，太君慢着点，太君这边请。太君，来，让他们玩个够，今晚就躺在这儿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太君，您喝着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我先干了。太君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那他们都搂着花姑娘睡觉了。你们都替太君守着，有什么闪失我毙了你们。是是是是是。替我们皇军看好了，要不然你们一个个死了死了的，听到没有？太君放心，太君放心。走，太君请，太君请。我跟你说，那姑娘们早就等不及了，那都是我亲自选的。咱们队伍到现在都没动，那只马猴子肯定慌了。老钱，你这样，你去告诉那个丁少的兄弟，外景内松，只要是这只猴子想去给他主子报信，就放他去。
明白。抓紧，抓紧，抓紧，快！怎么样啊？都搞定了，日本人都喝瘫了。好，你把马车跟走，把药给我藏好了。哎，要不要我跟团团？不要！你赶快去集合队伍。哎，行，快走。看见没有，都是人。宝弟，来，这就交给我跟长生了。你现在马上去找小翠仙，让他无论如何也要说动曹福文。把明天上午我们劫日本鬼子药品车的事儿通知日本人。嗯，回来，记住了，一定是明天上午，不能早也不能晚。完事儿之后，你马上出城去通知杨参谋。去吧。好的。注意安全。你们到了五里坡之后就在那儿等着，如果杨彪的国军抢走了药品，你们就没事了，马上撤。如果国军伏击军车失利，你们就接着伏击军车。记住，一定要把押车的日本人全都干掉，然后烧掉军车。啊，明白了。如果国军替我们办了，我们就撤；如果国军失守，我们就上。你告诉下面的弟兄，谁走漏了消息，我杀他全家。是。秋妍姐，你让曹副官一会儿到你这儿来，他手里有份情报，你让他交给日本人。交给日本人？对，只要这份情报到了日本人手上，就可以让日本人干掉金大麻子。只要能干掉金大麻子，我听你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别急，我马上过来。我有事出去一下，司令要是问起来，你就说我办事去。是。事儿这么急，出大事了！司令今晚给我打电话，大骂我给他戴了绿帽子。他说把一件大事办完了，就要找孙子。他说是谁了吗？除了你还能有谁呀？我叫你别来，你偏来，这样好了吧？不可能啊，没谁知道。盯着咱家门的多了去了，司令可从来都没放心过。坏了坏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司令可是心狠手辣，他不会放过咱们的。
翠仙，咱们跑吧。跑？这往哪儿跑啊？不是，那你说这跑又不能跑，打也打不过，死定了，死定了。你想咱们死还是活？有主意你倒快说呀！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让日本人干掉金大麻子。日本人？你上次不是说金大麻子在打日本人那批西药的主意吗？什么意思？只要你告诉日本人，金大麻子不但扣下了情报，还把药调了包，那日本人还不撕了他？行吗？你再想想，如果日本人杀了金大麻子，那还有谁知道那批药藏在哪儿呢？是啊，只有我知道。那这药就是咱俩的了。你呀，平时看起来聪明，怎么遇到事情就糊涂了呢？你想想，趁他们乱起来，我们就可以撕吞了那批药，远走高飞了。远走高飞，远走高飞，不是远走高飞。你还是不是男人呢？连这点胆子都没有。算了，以后司令要是问起来，我可自己脱身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给你一条路你不走，偏要拉着我一起上吊，到时候我可说的都是你逼的。行，崔仙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这男人呐，就要有干大事的勇气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有了这批药，这一辈子可就吃穿不愁了。我这就去找日本人。你等等，着什么急？明天一早再去，这样这日本人才能拿金大麻子一个，这脏病货。奇怪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国军不来了？队长，会不会情报是假的？管他真的假的，这一单咱必须干。队长，日本人驱车过来了，通通干掉，不留活口。嘘。红小小